你醒了。别动，刚刚缝好的伤口，可别再扯破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小雪的家。你有没有用，不是自己说了能算的。对于小雪、香妹来说，你是她们的姐姐，尤其在大姐走了以后，你更是她们最亲最亲的人了。可我就给他们添麻烦。可是最后，小雪还是去找你了。现在连日本人都知道你们是分不开的，所以。不要再纠缠在自己的那些小情绪里头，振作起来。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呢。你倒挺会说话的，二姐，宝珠，香妹，二姐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你还记得领事馆后面那个女人吗？她叫高桥，是铃木专门调来对付咱们的。我们去教训了她一下，成功了。没有，不过心里还是挺痛快的。高桥虽然跑了，但是她的一个助手完蛋了。是啊，我们很痛快。这个女人在背后啊，算计了我们那么久，这回我们终于狠狠地给了她点颜色看看。知道了。昨天晚上有人报警，说有两个女人在酒吧附近抢走了他的车，而王天来也是在酒吧附近失踪的。这两件事情之间肯定有联系。我怀疑抢车的就是陈春雪他们。刚才我们的人在距酒吧几条街之外发现了王天来的车，已经撞毁，现场到处都是血迹。看来是王天来把陈春雪引到了你的住处。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我很不好。我不会让福建就这么白白死去的。请藤野君配合我排查各个医院，看看有没有受外伤的病人，尤其是枪伤。你看看。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人力来调查这个工厂，拍到了一些进出的人员和车辆的照片，对他们的活动规律也有所了解。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了解工厂内部的详情。日本的管理实在是太严格了，工厂内部根本就没有中国人，而且他们禁止中国人靠近。宝珠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沈医生说我可以活动活动，在床上躺太久了，骨头都发飘了。细菌工厂，这是什么呀？
我的命都是你们的，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跟我说？其实我那天去找你，就是想告诉你这个。尸体是从哪儿找到的？是在苏州河里找到的，身上没有枪伤，是窒息而死的。车里面的血说明受伤的是沙狼花的成员。那医院方面没有查到受枪伤的人吗？暂时没有，他们应该有自己救治的手段。这么说，线索又断了。只要他们行动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这次我从南京回来，带了新的作战计划。军神计划就要展现出它的威力了。下周，大道军医少将将要到达上海，亲自指导细菌弹的投放工作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如果军神计划有任何差错，那我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剖腹谢罪。我明白，请老师放心，我保证军神计划不会受到沙狼花的任何干扰。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，人力物力都跟不上，如果不使用细菌弹的话，他们很难在中国适应下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细菌战，这样有利于尽早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。小雪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如果当初我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我肯定不会怪你的。现在知道也不晚啊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清楚工厂的内部实际情况，如果没有准确的信息，我们就无法制定准确的破坏方案。我见过这个人，我在酒吧见过这个人，他是个画画的，叫什么什么美术兵。我是一名美术兵。美术兵？我的工作就是画画。对，他说自己是美术兵。美术兵？美术兵？还有这种兵种吗？我记得他的胸章是紫色的。代表的是军医。这美术兵在细菌工厂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管他干什么呢？先绑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？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，他们一般会在下午的5点钟到工厂附近的一个餐馆吃晚饭。可是他们通常都是结伴而行，想要绑架他们的话，不太容易下手。其实，你们可以换一个思路。怎么说？如果你们让我参加，我就告诉你们。可你的身体……如果是因为我的身体的话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们看不起我，那就算了，就当我没说过。你的身体真的能行吗？能行。我想做个有用的人。好，我们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。
二姐出来了。哎呀，是啊。准备行动吧。嗯。你们稍等我一下，小姐你好，小姐你还认识我吗？我们在酒吧见过的呀。啊，是你啊，当然认识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在这边工作。哎，你怎么也会在这里？我来看我姨妈，正好要坐车回上海呢。啊，真是太巧了。太巧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的车啊？嗯，还有一个小时就开车了。还有一个小时，你稍等我一下好吗？嗯。你们帮我去请一下假好吗？我有点事情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他们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他们就是喜欢开玩笑。啊，走吧，我送你去车站。啊，那不会耽误你工作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已经跟他们请好假了。啊。嗯。我觉得中国特别的漂亮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在这边长期的待下去。嗯。啊。怎么了？啊。没事吧，小姐？要不我送你上医院吧。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要干嘛？渡边，你想要活命的话，就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知道军神计划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确定？我可是听说，你们的实验室里头拿活人当实验品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渡边，你只是一个美术品，想必没有被当成试验品放过血。你要知道，我只要切断你的动脉，你活不了几分钟的。不过我可以把你这盆血还给你们实验室。
怎么样？考虑清楚了吗？药吃了吗？嗯。感觉好些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也。一科负责细菌的实验和培育，二科负责供水和运输，三科的任务就是防疫，培育疫苗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如果我要是逃跑的话，就会把我当逃兵处理，就会把我的家里人都给抓起来，抓起来。没想到，没想到我学了那么多年的画画，到中国来就画这些，到中国来就为了画这些。
小美，你怎么了？你陪着宝珠吧。这里的生产量是全国最强的，每个生产周期都能生产10公斤的鼠疫菌，200公斤的液化伤寒菌或霍乱菌。那每天用卡车偷偷摸摸运进来的东西是什么？让他们吸血。这些马路特就会一天天的衰弱下去，当山菌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，军医们就会把他们的活体解剖，实行采血，一直把他们身上每一滴血都榨干，用来制作实验的细菌。那人呢？那群人血给放干以后，就把马路特烧了。你出去看看，那院墙外烟囱里冒的黑烟，烧的全是马路特。烧的全是马路的，太残忍了，实在是太残忍了，都是人。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一定要炸掉这座工厂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要炸掉它。嗯。怎么样？我已通过电台和总部联络上了。他们怎么说？细菌工厂很特殊，普通的炸弹不能完全的杀死细菌，如果一旦外泄，方圆百里都将鸡犬不留，所以不能轰炸，也不能大规模的进攻。那怎么办啊？总部已经派出军工专家配合我们的行动，军工专家会带来一种特殊的高温炸弹，这种高温炸弹只要安放在细菌工厂内部准确的地方，就可以完全的杀死细菌。专家什么时候到呢？他说后天上午会到医院来和我接头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回上海。那小鬼子呢？先留着他吧，也许还有用。我们的一个美术兵失踪了，工厂的医生看见他跟一个中国女人离开。女人？我担心
是沙兰花绑架了这个美术兵。可是老师，沙兰花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美术兵？因为工作的原因，这个美术兵可以出入所有的实验室。也许他比我还了解工厂的情况。这样，你立即到宋江核实一下情况，要查清是谁干的，绑架他的人都了解到了什么。是。你能带我去哪儿？快！我不去！我、大概还有多久到？大概还有一个小时。是鬼子的车。不管他们，我们冲过去。停住！是沙兰花，掉头追！追过来了。车胎爆了，赶紧走。快走，宝珠，别管我了，你们走吧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们走吧，我这个样子走不了。小雪，我欠你们的命恐怕是还不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走吧。走，快走。来，宝珠，我背你走，走。快走。你老娘不想白死，这个鬼子交给我，快走，走啊！不，但宝珠，宝珠。
头看什么？我不能把你留给他们，对不起。救！